这个项目叫 Project Magfly Bat蝠鼠，因为2015年的愚人节，雷蛇上传过一个清屏广告片，里面就是一个悬浮鼠标，就叫 Project Magfly。虽然 Magfly 是个玩笑，但我的 Magfly 蝠鼠大概、也许、可能，不是开玩笑的。想要制作一个悬浮鼠标，可以分为两个步骤：一是让这个鼠标浮起来，二是让这个鼠标在空中也能够正常使用。如果要让一个物体脚不沾地，我拍脑袋能想到的场景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在鼠标的底部装上螺旋桨，让它像无人机一样飞起来。但是这个细想就很诡异啊，就感觉鼠标为了飞在空中，它自己要做出好多努力，太辛苦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过的上海磁悬浮列车，那个比较贴近我想要的悬浮的感觉。磁悬浮列车的原理很简单，用的是磁吸力，因为磁势力容易旋转不听话，所以只要在铁轨下方安装磁铁，靠磁吸力把车厢吸起来，再用实时控制的电流来保持平衡就行了。但如果把车厢换成鼠标，唉，苦恼，两条路都走不通。俗话说得好，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其实还存在另外一种，叫超导排斥性，简单说就是通过超导体的完全抗磁性和量子锁定来让物体悬浮在空中，这或许就是我要找的答案。我们高中的时候学过电磁感应现象嘛，电生磁，磁生电，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导体中就会产生电流，这个电流又会形成自己的磁场，形成斥力，阻碍磁体运动。由于一般的导体都有电阻，衰减的电流形成的磁场不足以阻止磁体的运动。那如果电阻为零呢？产生的电流是不是就不会消失了，也就能维持住磁铁的下落了？有一种特殊的导体能在低温状态下电阻完全变成零，这种东西就是超导体。这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两小块 Type 2超导体，以备童养。这么一小块就要3500，两块就是7000。这个也被称为高温超导体，要在-181.15摄氏度以下才能变性。另外那种低温超导体要在接近绝对零度的-272摄氏度才会变性。有了超导体，我还需要能够把它降温到-181.15摄氏度的材料才行，那就需要用到我们最常见的做冰淇淋也常用的液氮。走，我们去买液氮。买液氮就跟打酱油一样，自己来提。有了液氮，有了超导体，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理论能不能被实践出来。为了让液氮和超导体无缝衔接一段时间，它肯定需要一个容器来装在超导体的上方，所以选了这种泡沫，因为它比较轻，而且可以耐低温，还好切割。容器就做好了，可能有点大哦，我先测试一下。我把超导体放在了底部，中间是一个像船一样的造型，放了一节这个织物。你液氮放上去后，它没有办法立刻就沸腾气化，它可能那个低温可以保存的时间久一点，大概就是这样。嘿嘿嘿，像轻功戏里面的格格。这个是我们专用的鼠标垫啊，这两块就是我现在能买到的吸力最强的磁铁，它叫做女磁铁，成分就是女铁硼。来吧，朋友们。哎呦，滴到我的手了，哇，好疼！大概等1分钟左右，它就可以在这里变性了。它发出了一种野炊的声音，其实是液氮在里面沸腾了，液氮的那个沸点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基本上你一拿出来接触空气，它觉得啊好热啊，就沸腾了，就变成气体。这样就，你看，量子锁定，它会锁定在一个高度。哦，好好玩。超导体在进入超导状态以后，变性过程中产生的磁场会完全排斥外面的所有磁场，这个特性就叫超导体的抗磁性，也就是麦斯纳效应。而且比起超导体完全的抗磁性，这种超导体中间有很多缝隙，在晶体的缺陷处会出现一种叫量子隧穿的效应，这些缺陷就成了定渣中心，超导体就会抵抗所有磁通量的变化，也就是说会把自己锁定在空中的位置，这就叫量子锁定。解决了悬浮的问题，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鼠标在空中也可以正常的使用。我现在的计划是把这个光电原理的鼠标换成这种陀螺仪原理的鼠标， Joy-Con 其实也是这种原理。那么这只才是我今天要开刀的小白鼠，粉色是我自己的小白鼠嘛，肯定得是白色的了，粉色不适合用来做实验，好吧。小白鼠，我现在要给你开刀了。哦，这里还要感谢一下我妈，专门从我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套 engineering 大礼包送过来，并且对我进行了这个工具使用的指导。左键，右键，完成。好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这个就是鼠标垫，全部都是铝磁铁，上面盖一层布，这样更像一个正常的鼠标垫。这是我最后改良过的盛放液氮的小碗，底部就是超导体。哦，哎，勺呢？悬浮了，它会抖，啊，好玩！就是往下压的话，它会，你看有个很明显的阻力，这就是量子锁定。哦，太强了，下面还冒着仙气儿，太梦幻了，这鼠标太梦幻了。可以了，那我们赶紧来试玩一下吧。我先开始匹配，再到液氮吧，怕这个守望先锋的排队速度，液氮都没了，它还没开始。等我，等我！真的，你永远不知道你的队友在干什么，在用什么样的装备玩游戏。等一下液氮啊！嘿嘿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跟我举着玩有什么差别？这个悬浮鼠标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把手放在上面。啊，我死了！悬浮是悬浮了，按键也都是好用的，就是打不中人啊，也合理啊。这个 FPS 游戏凭什么我这样能打中人呢？对不对？但是悬浮鼠标它自己还是成功了的。没想到最终还是真的被我给做出来了，整个过程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反正我是把懂的不懂的知识都给用上来了，成品做成这样，我本人已经相当满意了。好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最后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我们下个视频见。